天因为大鹏湾它的雨势蛮大的，那很多地方都会有积水。一开始以为说，要采取非常保守的开，那下去一两圈之后，觉得说它的轮胎破水性非常的清楚。那尤其遇到积水，你变成是可以很放心的过去。你尤其在四轮在漂移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明确的去踩油门，然后你可以知道说车子的动向它是往哪边去，它不会说让你感觉到车向在滑的时候很模糊，然后在弯中的时候，因为它轮胎的胎壁不错，指向性非常的好，让你很容易掌握它的循迹性，然后可以去补油门。这样尤其我们跑山路的话，它会有路面很多起伏、砂石还有青胎，那因为我们的胎纹是属于比较明确的，就是排水性排砂，那都可以很快速的让你寻找到抓地力，所以在山路上的话，让你跟赛道一样，尤其下雨天这种感觉就是很放心。